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问我们的 KO Forstar。好，今天是7月25日，星期四啊，台湾还在放台风假，连续放两天的。好，那今天就来玩我这只库拉吧。库拉跟不知火舞都是之前复刻的时候，也不是复刻，就有一个活动嘛，算复刻啦。然后有上修，然后白嫖到的。这样子是我白嫖到的90等，然后后来最近不是说还会抽到一些记忆吗？不知火舞啦，库拉，我把它练到三星好了，然后来玩一下。只是我没有套卡，觉醒石可以换，因为我们觉醒石很多，就 EX 觉醒石嘛，这个 EX 的吗？这边都有啊。然后 UV 的这个是月星星月亮也有，这是 EX 的。EX 的我之前有练958神吧。958神也是练到三星这样。就是以前的 EX 格洛加我都没有抽嘛。没有抽的就是先把它补齐啊。然后那个 EX 就是我们要去商店换嘛。不是商店的那个交易所是。一个礼拜换一套。啊，对啊，因为已经四个礼拜了啦。我们这游戏已经四个礼拜了。正式破百。你可以慢慢把你的 UE 啊 EX 给换一换。星星月亮啊这些，你这个一定够，你看我都那么多。这礼拜的我都还没弄啊，你看还多这么多。这还有好几万。这礼拜 bingo 啊，这都还没弄。然后特殊卡可以用之前的，因为库拉有很多三气卡，像这一种的，雪人888公主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自己的啦。有的是这个冰冻终结是可以冰冻两秒，以前有用过。然后这是 SS 的吧？啊，不是 SS 的是怎么没看到这边？这边是不是？对啊，这个好像是 SS 的，就是 K 跟库拉的 SS 库拉跟 SS K， K 后来就没有出了。然后套卡的话是雪人什么吧？我没有，我刚看了一下，我没有，在下面。我 EX 很多都没有啊，抱歉我感冒，应该过头了。嗯，这里这个防御型的啦，我好多都是攻击型的，然后有一套平衡型的，然后防御型的我都没有。啊，这是有冻伤嘛？因为不知火舞跟他都有冻伤，都有冻伤的这个状态。只要是你有防御型的格洛加都可以用 ，EX 防御都可以用。冻伤的话，你可以用叫打手或是叫别人弄，这样伤害也会变强。大概是这样吧。那个之前的卡池，2023年3月哦。2023年3月不是一年前的事，我们切过来看一下网页。好，我们看2023年3月多的事，已经一年半了，一年四个月，他们是一起的，然后都是防御型的。这个是 Rush 卡，然后这是要抽的，我没有。哦，这特殊卡啦，这特殊卡说错 ，Rush 卡在这边。哦，这张是商店套卡，这张是灼伤卡，灼伤套卡。我没有，因为它是要花钱买的，全新商店套装卡。我没有啊。哦，没错，它的特殊卡是雪人88，我有抽到，异界雪人888，所以我有。
库拉很可爱啊，那只是就这样吧。EV 的话有库拉吗？诶，我们 EV 可多加有库拉吗？是不是没有啊？还没出啊？EV 可多加库拉跟不知火好像都还没出啊，就他们就没有出了，就是要结束我就不出了吧。大概是这样，SS 嘛，EX 理论上应该有 EV 库拉，EV 不知火舞，应该要陆续出来，但是就没有了。然后红宝石的话，你们看两边应该发了啦，大家就去抽卡吧。祝大家好运！我上次昨天的格斗家跟之前战斗卡都抽得很肥嘛，都没抽到，P 卡我都失败，只抽到很少次。大概是这样吧。好，我们来练练吧，把它练一下。这边有这个通用记忆啊。可惜呀。然后感觉好像不会出诶，那个伊草剃啊、伊斯啦，还有那个酒吧风啊，没有看到消息要出诶。对不对？没有看到啊，公告也没有啊，没有就没有啦，反正也就这样了。我还那么多抽不满啊，剩下100天，剩下不到100天。好，那就三星啊，三星是一个坎呐。咦哟，我就稍微玩一下，伤害也不用测啦，因为伤害就那样嘛。因为之前测过，之前用林冲浩测过，林冲浩跟不知那个库拉跟不知火伤害差不多，都还蛮强的。因为之前有上修啦，复刻有上修，但是没有那个八神强，15年的八神最强，大概是 EX 里面最强的。所以我就玩一下啦，哦，觉醒石没有练，就这样吧，稍微玩一下，没那么多时间还要练这个觉醒石啦，啊，练到天荒地老，知道就好了。我们的三星，然后核心的话，我就随便点哦，我就随便点，就随便点一下。然后这个 Rush 的卡以前都是加负面伤害啦，哦，你看，冰与火的美女，灼伤跟冻伤，这游戏的卡牌还算精致啊。不然我们来看一下觉醒石好了。如果你是 ES 格斗家，你要挑觉醒石。像这种有限制的三神器，我不知道他哪一弹呢、啊？我们来看一下网页，我来看一下网页，觉醒是第几弹？看一下，EX Pickup 第10弹，觉醒时嘞，有没有秀出来啊？好像没看到。还要再找一下哦，这里吗？哦，不是，这时候已经有那个通用记忆了。去年3月的时候，已经开始有这种好东西耶。我这里啊，真的是第10弹，冻伤啦，主动技伤害啦，然后受到伤害增加啦。第十弹，你看你要不要就中规中矩吧？好，回来回来回来，刚刚忘了切画面。还在停留在网页模式，我刚刚已经把觉醒石换好了，就是把他们第十弹换一换，哦，第十弹刚看了嘛，就是冻伤伤害啊，暴击命中，攻击伤害增加伤，这有点烂，还要暴击命中，
然后这个是暴击命中，都要暴击命中，有点辛苦啊。其实如果你要自己挑的话，就直接找爆伤就好了。看看有没有直接加爆伤的，都要暴击命中欸，不像 UE 的都直接加爆伤了。那这个扣防御也不错啊，命中就扣防御也不错。自己去找吧，因为以前的不像后期的就比较简单，后期会给你加暴击伤害啦、暴击率啊。好，那我就先不练了啦，哈，就先不练了，就直接来玩一下他的技能。装备的话，因为才三星而已，所以只能装三星条件的那种三星。然后像这种比较高阶的这种，要70等啊，哦。有的要50等啊，不一定，你要看他的条件要求。像这个50等啊，这里有50等，有一些等级的要求，就是你星度的要求了。那星星月亮通常都是暴击率嘛，有一个是暴击率的，另外一个可能是爆伤吧，有点忘了。看一下冰与火，啊，冰与火，如果你想练的话。有的人真的，有的人可能就真的不知道吧。哪一个不像冰，比较像冰与火啊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奇妙夜月应该在前面吧？是不是？冰与火？哎，找不到，找不到。作战小喵，这里，这里。有个爱心啊，你看爆伤，另外一个是暴击率啊。星星通常是暴击率，月亮是爆伤。反正如果你想玩库拉跟不知火，就是冰与火的美女，稍微知道一下吧。然后来看一下她的技能吧。说实在的，我也忘了，毕竟我当初就没有抽嘛，只有那个小号有抽起来玩这样。但是他技能是还蛮爽快的吧？大部分都用集中啦，然后集中就4秒连按吧，连按某个技能，异界雪人 EX，在这里技能三连按，会有雪人就掉下来吧。那这个集中要5星啊，哦，我们三星是不可能的。然后像这种交换的就不用管它了，应该也不会有人用吧？会交换一些什么伤害的效果交换。然后这个是派生技啊。我们这游戏就叫追加技吧，就是你按了不管它，它就会某种状态，然后连按之后它就会踢出这个气功吧，有一个 stand，哦，灼伤哦，哦，增加伤害，增加攻击力，受到伤害增加，技能二，技能三。好，然后我们这个 Max 异界雪人是他特殊卡。好，我们来玩一下吧。真的是有空再练的啦，有空再练的。135哦，活动还在活动，幻影塔故事。这故事也太惨了吧！故事，你蹦极，哎，雅典娜，我最近好像有抽到，不是这只雅典娜，那个，15年的雅典娜，好像也是有记忆啊。这只啊，以前最强辅助欸，不开玩笑，最强辅助。啊，怎么没有攻击力呀？只有这一只有。真是的，搞什么鬼啊！想说来个美女大集合啊！欸，OP 有没有达标啊？应该有吧，三星应该可以打这个最简单的吧。かっこいいでしょ。哎，抱歉，摇杆断了是不是啊？没断啊！哦，好了，
这要派生，技能一可以连啊，丢出气功啊，这重置而已。我没有那个啦，我没有那个什么东西，我没有五星嘛，没有五星你只能爆气而已。 雪人，暴气！库拉当初可是很强的啊，万圣节库拉，是不是万圣节库拉挺强的？哎、欸，他有啊，我们刚忘了看核心，刚只有看稍微看一下，他下面有叠15层这个。 因为不知我好像也会叠，有个头像。因为后期的一些 EX 格洛加都会叠一些层数啊，玩起来蛮流畅的啊，这是库拉。啊，我也三星的啊，我也三星的啊。你看 EX 满，应该说我你看我基本上都满哦，满。啊，没满，合作的有些没满。 没满，我现在基本上格斗家就满的，除了合作以外，然后还少几只 UE 嘛，哦 UE 也都满了，因为我至少都有90等，除了合作以外的格斗家我都满了，对吧？你看我都满了，只有合作没满而已，所以还算猛吧，大家都抽满了。 人家抽满只是还没练满而已，练满太累了，你要那边练到5星，然后还要觉醒时什么的，全部都要弄。我们来看一下吧，这个冰雪公主啊，持有一个冰雪公主加攻击力、暴击率还有暴伤，虽然她伤还是挺可观的，有15层，哦，15层，我直接打那个。 机师应该没有冻伤吧？没有，没有冻伤，他没办法测。哦，有这里有冻伤跟电击，那算了。打不出伤害，原因是因为我刚说了嘛，我没有觉醒时没练，那也没有5星，之前已经测过了，蛮高的，蛮高的。你可以有兴趣可以去搜寻我频道上库拉，前一阵子吧，就是那时候我们还在复课的时候。 有试过那伤啊，还不熟啊，因为我们就从快打六开始上修嘛，快打六那个龙啊、啃啊、好鬼开始上修，一路上修，像这个上修还是很烂，这个好像也是吧，科隆跟这一只安琪还是烂烂的，就一路上修嘛，有些有上修。 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。基本三星，哦，基本三星，这个可爱的库拉，但没有异域格洛加，应该是没有啦，就这样了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，大家拜拜。